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1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三阶段的比赛。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家非常喜爱的棋手刘晓光老师，哎，和我们一起来到演播室呢，来欣赏这个本届农心杯的这个比较关键的是吧，是的，赛点之战。各位棋友大家好，就这个比赛啊，这个这次比赛啊，今天有点戏剧性，因为昨天的这个比赛啊，因为这个有一个暂停啊，有一个这个中间有一个插曲，对，那边说是这个朴廷桓点这个鼠标，最后反应不灵敏，最后呢显示输了，那个最后呢，这个协商到最后又要今天上午来一个加赛，这个以前呢还真没有过，好像这个在农心杯的历史上肯定是第一次。别的也没有，好像都没有。这主要是这次是因为是网上是隔空对弈，它不是面对面，所以呢这个事情到了最后演变到今天。上午又是加赛，然后紧接着下午再有，这个是还真没有的。是是是，这个强度是吧？就觉得强度还是挺大的。就是这个戏剧性的变化演变到现在呢，最后的结果呢是今天上午的加赛呢，这个朴廷桓获胜，使得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是谢世豪上场来继续攻擂。昨天呢真的是很戏剧，也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最后的研判呢还是有这个大国风范，最后是最后重赛了，因为他那个实际上那个点呢的那个是也有可以判输呢，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是的，因为他那个因为电脑的关系啊，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啊。对，我们也是发扬了这个体育精神啊。对，这个围棋比赛我们这个真是友谊第一啊。这个今天这个棋已经下了，也非常紧张，谢尔豪跟这个朴廷桓下的都是下到中盘了。是是的。现在正在焦灼状态，那么我们呢就给大家来赶快来把这个棋局啊展示给大家。好。好吧。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开赛的画面。第二次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比赛第13局比赛现在开始。这个是下午北京时间2点钟开始比赛。朴廷桓也是连续作战啊。对，这个擂台赛连续作战，这个虽然是比较的疲惫，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这个气势也是起来了。对，这个是有利有弊，但是我觉得反而是气势上来，你说的对，气势反而容易上来。是，这谢尔豪。现在朴廷桓这个3连胜之后啊，我觉得这个攻擂者是吧？对，这个其实是有一定压力的。都是有压力，每次想，但他3连胜的棋手，他毕竟有这个有个底是吧？有个3连胜打底。他下了这个之后啊，3连胜他主要是放开了。是的。他就像那个活动啊。你看人家打球，他刚开始也还没进入状态，现在呢他的状态进入了，虽然是很疲惫，对，但是呢他状态进入了，这个有利有弊，是是是，所以呢这也得看这个临场发挥，这个都需要这个看这个棋手的素质了，没错，考验的这个鹿死谁手，这个还很难讲、很难讲是吧，尤其是在这个快棋准快棋吧，这个赛制，对，这是每方1小时的，然后保留1分钟读秒的这个赛制，是吧，是的是的，这个沿用的是韩国规则天六目半，这是朴廷桓也是久经沙场的啊，这棋手了，没错，他这个好像很在状态啊。对，其实朴廷桓最近我们都说被这个韩国他们国内的申真旭后辈啊后浪是吧？连续夺取各种冠军是吧？申真旭是占据了他的位置，没错，第一，好像是状态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在这个农心杯上的表现非常，这个结果说明一切是吧？是的，还是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的。对，这个是谢尔豪执黑，他们都是每盘猜先的，没错。然后呢？星，然后再小目，然后二连星，黑棋是错小目开局。对，谢尔豪错小目，这个都常见，不是
二连星对二连星啊，是因为上一盘我看他们老点三三，这次谢尔豪也没让他小木他就没得三三点了。然后下一步呢，他是选择了这个手脚，这个手脚稍微有点意外，本来都是觉得这个多，是不是？对啊，这个多，谢尔豪看来有备而来、啊，有备而来。他这个一定是这个可能是自己有所心得，对这个布局。这个错小木的手脚方式是吧？我觉得十盘棋有九盘棋都是手上的啊，这没有哈，对，是吧？常见，这是常见、哎这个是一种去向。哎，对，现在是实战这种下法是一个去向。这是他的心得，我觉得可能是。然后呢？朴定桓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碰，这是现代定式，以前我从来不是这么想的。这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个、AI 定式，这是 AI 定式，对，对，这个大家都认可的，这个地方马上是应手。如果是我以前，肯定都是这种挂，马上走这个、哎、走这个，哎，现在靠这个，这是比较普通的啊，这不是，这是先是应手，这个呢看着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它这个就是呢，先让你定型。看你怎么来应这个呢布局呢，就是说这个定式啊，脚步定式啊，先让你来定型。你一般这都常规的下法，打了力，对对吧？如果你走别的，还有好多好多变化，大家都不认可。只有这个现在实战这个是双方认可的。现在而且是要先来这个断，要先断，是你应手。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你应手，你如果这么吃。我长，对，你再来这个呢？忍耐以后这，这我这个下法不一样了，以后我可能下法不一样了，哎，以后有一些利用了，不一样，所以呢，逼迫你是要拐一个，是，这个交换一下子之后呢，你在这儿吃，这成为一个这样的定式，哎，这个定式，那就是说这两个交换之后呢，哎，我这儿多一手棋呢，我就放这里不走了，然后。再来挂脚，这个就是几乎是在一种套路，这是套路布局的套路，就是现在的套路，现在常用的，都比较认可的一种定型，对，在流行的，最近流行的都是点三三特别多，哎，上一盘的我看那都也打老点三三，没错，一见到星位很有可能就会出现点三三，谢尔豪两个小目。先不让你点我，不给你点三三是吧？然后谢尔豪好像也不点三三，哎，这盘棋他们是不是这个终于不落俗套是吧？不是，你三三点的熟了，太熟了，我换一换，这也是一种心态。哎，他不过省得你老给我点三，有时候烦我这个，你都下熟了，我换一换。换个口味。然后挂了脚，然后呢，他是拖一个常规的手段，就是就这非常简单的，非常。普通的这个倒是下了多少年了，几十年不变的，是吧？脱退定式，以前都是这种的多，这种以前我们选这个居多，这个很多啊。现在就这个呢是以前是觉得这样脱退啊比较简单化，非常，他就粘，是吧？然后他是飞起来，飞上面，对，他可能脱退之后，他觉得飞的比这个。这个呢，虽然这儿有一个漏风，但是呢，对这个配置啊，可能他觉得这个形状好。对，这个围棋这个布局啊，主要是看个人的一个的研究的心得，还有他的使用的手，是、或者他觉得这样行。所以你说哪个一定好还不见得。没错。现在他是走了个常规定式，走在这里，是吧？这个对，到现在目前为止，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的套路。常见的，对。如果这个要模仿这个 AI 的，一般的都是三三，是吧？点三三，这个是最常见的想到的，两个点三三，直接三三一点，看你怎么应，然后呢，再往前走。这个是大家能猜着的，是吧？现在呢，他是走什么呢？他走是这个，对这个加一手，加一手，因为你没有拆过来。比如说你不拆一个的话，拆在这儿的方向啊，这倒没有。你我这现在打入不是，我现在进攻，进攻呢，他希望你比如说跟着走，如果跟着走我就高兴了，这样，攻，然后呢，这样呢，他拽着你一块棋比较重，对，他希望这么下，实战，实战，挺缓九段好像。
没有想跟着你走的这个置之不理，对，没有这个跟走的意思。对，他是走什么呢？脱先。对，他是走这个，抢了一部大厂。这个就也有点出乎大家意料。所以这个围棋现在这个布局的理论呢，不断的是更新，或者不断的有新的那个有升华是吧？不是，就理论有点变化，反正不能下布局，看来是他这个思路现在都广了。要我想也有可能是这个手脚本来是一个点，或者说不跑的话，那我或者在这一类的走走，或者什么之类的哈。总是或者这个，我第一想是往那儿想，他呢不跑直接走这个，如果跟着走的话，比如说走了容易重，这个容易重，被攻，拽着走，他是走在这儿，这个我应该相信朴槿桓，那肯定是有道理的，没错啊。他然后呢，他这个脚挂脚让给你了，这个挂脚，但是。毕竟还是一个好点，当然是好点。对，我觉得好，所以我就想到再走一个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比如你这个脚换到手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他呢，走这个。对，小飞。这盘棋你看，他们都不点三三了。哎，这一挂以后点三三没了嘛？这个就不一样了。你将来再点三三。那不一样。另外一种下法。现在这样的就空脚点三三的感觉了。这个形状啊。哎，倒是符合我们这个这以前的传统的以前的下，对，这个有点复古啊，有点像过去都是这种一弄小飞大，就是这样两个小飞，这个是比较又下到以前的比较风格了，它是跳一个跳起来跳一个，对，这一代是这个跳起来，这个形状是常见的一个形状，这种拆开来往上一跳，然后呢下一步这个点三三是一个比较杀手比较厉害的，马上就点了，对吧？点三三，如果挡这边我就便宜了，对，大概还是要先挡一下，对，那我是先爬吗？先爬可以考虑，这个地方是爬一个可以的，先爬，你看是退还是顶，顶他就搬摘，对，这样他以后有个断，对，因为这儿有一个子，这个断就变得有点严厉了啊！你要搬了，我粘上我就断了。有可能就这样。对，这样。它真是有可能断一个。断上。这个就复杂化了啊！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对。所以这个跳是一个后续的点三三也挺厉害啊。对，挺厉害。他呢就补了。补一个跳一个，对，他就很稳健的，对，二路一跳把这个脚实地稳稳的守住了。这个下的，其实这种丁式是老丁式，老丁式。要是我以前觉得这样啊，黑棋好像也挺广。对，我觉得黑棋速度呀，这个对这个扩张啊，也是很快的，也可以的啊。没有不好的道理是吧？挑不出毛病来。这个他是在中接下来他这儿继续进攻，既然你脱先了是吧，我再继续进攻，对，就是这样，再来加一手，对，加一手，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几个子好像比较危险，这是比较广阔的地方，本来是你说白棋应该往前跑一跑的啊，他你既然不跑置之不理，那该我来吃你，要是我以前要是不知道这个丁是吧，这么走出这四颗子弃掉，我总觉得不小，是不小，他是谢尔豪在这个地方，对，走一个这个，这个飞一手怎么样？飞一手，刘老您觉得这个算是进攻还是？他要把这个吃掉，但是要说吃掉嘛，好像还是留有一些余味的，余味，对，那你要活我给你活，你要活看你怎么个活法，你要是想怎么活，我是这样吗？那我就这样，那你就入我的套了，在里面去折腾。那我就顺势，我就你活起来很累。是。我觉得以后可能是这样，也许。有走这边就是有点对，这个跑有点累了，有点太重了啊。对，得灵活一些，对，灵活转身。对。现在呢？现在白棋也没有跑，他是转身的这种下法，他是，反打了一手，
像是要把这个气掉。对，这种下法是一个转身，这边便宜一下，上面便宜一下，嗯、是吧？气掉了，把这个损失减少。这个气掉行吗？这个气掉啊？那对黑棋来说，总是要分段吧？对，刚才说我就是选择啊，第一个选的这个可能不妥，被你这一攻呢，我生死。往这儿跑就很不见能活，就是活也非常苦，非常苦，对吧？你活完之后就辛辛苦苦，然后或者是这个就局面被动。嗯，然后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不是尖冲这个位置啊？感觉是在这里。哦。嗯，尖冲，你大概这样。对，我可能要冲。这样，我就跳一个。哎，气了。那我就继续。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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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如果来得狠的话，我可以这个。但是这个有点过分了，我要说这样呢，你是不是要吃我吗？不见得吃，我再以后有个托。那我就继续就这么吃继续的、吃一个，这是我另一个吃吧、那我两边都走到了，我然后再灵活一点，局面宽广一点，走这个吧。啊，多大场？把那边先放一放，放一放，然后回来也是可以说局面打开，也是一盘棋，也是一盘棋，对，这样就是也是一种。思路走得轻一点也对也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不对，黑棋来说，刘老毕竟他也是这个实力也不小，是吧？但是不小，你不能什么都要，哎、就可以了。你已经都站的总够多的了。啊、白棋有好几个角，就给他就拉倒了。是是是、哎，我觉得该给人家的还是给。这样是一个正常的分寸。这个正常分寸，而且我觉得白棋也比较广，还行，哎。错吧，这也是一个思路啊。好，那么这个朴廷桓呢，我理解他这个棋风很硬朗，对杀的时候特别特别厉害。嗯，就是说那个对这个棋筋呢，就是敏感度特别强。是是是，这顶尖高手啊。这个比较这方面比较厉害，他你看他直接打入，他是这个一个这个是一个正当防卫，是正当防卫应该可以。这个步骤被三路一拖，哎对，全都联络上了，哎、对对那不行，这个要分段。对，分段之后看看白棋是哦这个点，对，马上转，是的是的，转身，是的是的，点，这个点一个呢，我的第一感是这个，第一感先粘上，哎对，嗯，第一感。为什么呢？其实第一感啊，如果往上，我如果逃出去之后啊，我财迷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先手，嗯，不走这一家是有棋的，对，是吧？很多时候尖的话，白棋都要补一个。对，那我对，不管是尖还是粘，这个是粘上，这个很重要，以后搬粘完这个地方很硬朗，这个先手便宜，哎，对，很舒服啊。对对，我要是我有可能第一感是这个啊。因为它有后续的，你只要你在我这棍子，你只要吃不着我估计吃也很难。开实战，它是选择另外一种下法。如果我这个带白棋走什么？嗯，那白棋也有所得，他先手刺了一下，刺完再往下走啊。他这个我估计啊，有可能这个或者这个，是吧？对，出头啊。对对，不知道是怎么走，哎，你看你往哪个方向走，是吧？大概是这种或者这种，是吧？哎，大概是这样。那样子，我估计是这样。黑棋大致也得往外走吧。行，可以，可以，可以。对，这样，这样，那我这样，是吧？这反正你往上走，各自出头。你只要一往外跑，你这个呢，你就甭想再跑了。而且呢，你以后尖冲啊，我不是往这儿了，而是往这儿。哦。你隔开，我不猜你吃二十目。嗯。我不要这二十目，我要进攻。对。哎，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啊，是一个比较正常轨道吧，普通的轨道，我觉得正常轨道，我觉得要这个可以考虑，哎，对，单粘简明一些啊，这不是正常，对，正常，实战这个呢，就是说稍微有点损，嗯，但是呢，也是一种战法，他这种靠呢是想要抢先手，哎，对对对，抢先手，但是这种呢。就是一种我们过去说过叫后中先先中后的问题，是后中先，你看着很是先手，但实际上啊不见得，有时候啊有可能是那个先手就是争的不见得便宜，这个呢稍微的俗点，他也来个俗的，这个是普通的，嗯，
这是普通招式。这样的黑棋是抢了个先手。也许黑棋是不是这个叫，还是怎么着，还是要那个？有可能，有可能这样。他这边是想要抢一个急先手，虽然有点损。哎，对对对对。但他能争到这个，他认为很关键的一点。可能这个，这样呢，就他们两个，反正你既然这么俗，我也不能俗一把吧，我也来一下，我也俗一把。这个也是有点。稍微的那抢先手的一种想法，反正两个人都要这么来。那黑棋粘，哎，对，粘这个呢，就差点劲儿了。这个不能走这个，嗯，为什么呢？那就没必要了，这就没必要了。为什么呢？你想想，等于是本来是这样的棋，手割一下，你这样的棋，你这几个交换都亏得很嘞，是亏得很呐。都是俗手啊，都俗的不能再俗了。这肯定是黑棋不行的，这肯定是黑棋不行的。这所以呢，这个不能打，这个打不能打，不能打，这个不能，不可以的，保留。哎，但是这个棋从这个结果看啊，他让他不能打的话，搬一下，他这个他要拐，因为你走别的，他被他贴着不行哈、啊。对，然后再拐是这个。这个结果总的来说我觉得不如单粘，不如之初的单粘呢，我觉得好掌控。虽然现在黑棋看似是抢了个先手，对对对对对，但这个先手这个价值是吧，因为本来我这两个，我本来是想让他拽着他攻他，但是现在呢，给他有可能弃掉，是因为这个他就有可能不要了，他那面大他不要了，他以后这面还漏漏风，就是吃的不大，对，哎，白棋转身了，对，有可能这样的话该黑棋下啊，稍微有点不爽，我到这被他拐着了，本来是我想压但是没有机会呢，你这一压被他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哎呀，要么这个时候就脱先，脱先，把这个走，也看清了。不用这个特别大，对，我怎么觉得这个特别大？因为他守了之后，不光守一方空啊，这个也基本上让你没戏了。然后本身这个如果让白棋在这儿或者在这儿，你看这里有一个这个，这里有一个这个靠断，哎，这个有个这个棋，瞄着你呢。对，如何是好？是吧，就上面这个跳一手是一个超级大场，哎，超级大场，对，这个也是很想，我那面如果没有特别特别的什么，我有很有很想这个，但是呢他怕什么中间的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没有这样啊，对，实战呢我们看看黑棋是没有脱先，继续在这个左下角，它是这个，它是虎的，对，它是虎，它这个虎，它可能强调将来还是这个打吃是吧？它如果虎在这里的话，打吃没有绝对的，就是先手，但是只是味道，有这个味道，对，是，尤其是以后啊，这个如果打着了，这，你如果不脱先的话，我合适，这打劫，我找个劫赢了之后啊，我这里能够这样，这个下法把你气都收紧。哎，这个是当然是舒服了。我期望你走成这样。是。但是他没有给你机会。白棋搬起来。对，这我觉得这个是选的是挺，他争这个头是要争的。他搬到这里的好处就是你将来万一再打白棋一提带响。对，带响。这个劫就比较严厉了。是，他也防了你刚才我说那个搬下去那个。是。这个打。反搬。对。哎，他要么连扳要么长，他是选择的连扳，对，这边呢是，哎，这样子形成一个就是各为大控了，各自都是在扩张自己的模样，这个各自争这个头啊是挺厉害的，互为这样一个格局，互为他不能这样哈、啊，这个再压，但是这个扳头啊，他这个走因为交换不了，交换不了。如果压他会搬是吧？对，是的，会搬。
这个下步棋不太好走，因为你搬了它有个连扳。白棋这样反而不太好用劲，对，动不了。因为你要之前，比如我跳这个，你冲挡打吃我粘，你虎了之后，这个当然不行。是，哎，如果先走掉当然是可以，但是来不及了。这个当然是可以的，是不是？打吃我粘，哎，对，再打一下。这不用打了，哎。就如果虎回，哎，如果虎，那当然这个好了，那当然这个那出事了，这个那就完了啊，对，哎，这个一打一长过来，这个，对下可能要那是啊，然后征子也把黑棋征不掉，但是呢，你想的太好了，这个走不到，哎，有连扳，你如果跳的时候啊，跳，你假如这个时候来跳，啊，砰就一打就完了，这看不见了，啊，哎，这个不小了，这个小，上面太大，中央大，不能。想的太美啊，所以因为那个走不到，达不到最佳效果，但这个就可以了。这个长也是，我认为这样能抢着这一面，在那一面的也是不错，也是可以的。然后这个头要抢，这个头必须抢，必须抢。天王山，哎，对，抢，这个特别大，你不能走任何地方被他这个，这受不了，不但这个受不了，还有这个呢，还有下一步，对，这个飞连串是吧？毫无疑问。在大家这个飞是必须要走的，不光是只此一手，你要抢这个，我第二线还得抢这个，他是走的这个，一样。你要不走的话，是不是也怕黑棋走过来？不走啊，不走这个棋，第一是我这个也不小，还有我可能这个，哦，都有可能更厉害了，哎，都有可能。对对对，所以大家这里，哎，这个飞本身很大，本身大。必须要继续这个扩张，这个本身是停不下来。如果哎，你要这个都是我的控，你看看这个感觉多好啊，那当然好。这个刘老现在是一个互为，这个黑白双方的这个模样都很，哎，都不小，难解之局。现在这个反而是比较难掌控的，像这种局面是最难掌控，因为太空旷了。空旷是最难掌控的。你要边边角角小定式啊，我们这都学过，这都好走。对，这种定式啊，大家这是我们人类的强项啊，对对，像现在也是最难的，这个未定型，对，这面很空，这个选择的方向，而且怎么什么时候火候怎么选都是特别难，哎，这个时候说是 AI 啊，是，哎，要借用这个，没错，请教一下，没错，这个时候特别。像这种 AI 是厉害的，这个时候人类的棋手下容易出现迷茫的感觉，迷茫，太空旷了，迷茫就失去方向感。这个时候呢，假如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哎，啊，先冲进来，哎，有点过分。还有这个 AI 给一个，这个可不可以啊？哎，这个让我们来判断太难了，这个是不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点，这个选点，它下一手有跳的好点，哎，是吧？这个选点就后续的，比如说这个好点，比如说这个这种靠断，对，哎，比如说下一步你要是没走，我就往这儿走，那就它就是这样的，它后面的方向好像后续有很多这个头绪，对，头就是后面它就后续的多。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对，而且黑棋掉在这儿的话，白棋呢没有明显的。先试一试你的硬手。他想围不好围。不，你有没有胆量要吃我？哎，或者你要敢吃的话，哎，我就有可能。你说围的话，他不知道他围这个围哪个？我就是没有好点。对你围这个吗？这儿有个穿象眼，有个穿象眼，这儿有个这个。哎，我要么穿之前，我嫌这个你也受不了，哎，所以这个可以考虑。哎，这个点比较好，应该推荐，但是实战我看看，夏尔豪没有，对，没有选择这个点，是他是在二五清分了一下，这个是常规的手段，这个呢是最常见的，尤其这个形状，大家下过多次，哎，他就是要么进角，要么在这里，你要是手脚，我这里来这里，哎，这是一个常规的，就手段定式性的，对。是吧？对，哎，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不过刘老，如果他选择二五清分，破上面的空，那是不是说再破这块空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对，那是啊，他就这个呢，如果这个都给白的了，脚给他，他实战这个了，
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如果都给的话，给白棋好像还舍不得，有点舍不得，那个、空有点大。对、嗯，这个就有一个判断的问题，嗯，是吧？你得计算一下，这个转换之后到底形势如何？对，如现在，就现在啊，看这个，如果看你走什么啊，嗯，如果你这样，这样要不要马上活？嗯，他这个挡一个。应该会挡吧，挡啊，嗯，挡就立下来。那我这个挡可先手，嗯，是啊，这个爬也爬不到是吧？爬它有可能，就你刚才爬的时候，它可能手脚、也有可能。你比如说爬一个，嗯，它还有一种选择是这个，对，这个也可能，这个有可能走不到。走哪个？搬起来吧，还是飞？搬它有可能这个进攻，是吧？你如果这个，那他有这个，好凶啊！进攻，进攻，只有一只眼，有只后手眼。你有可能活了之后，我这个都实了。对，嗯，然后再转手这面，这个也是也是一个变化图，一个办法啊。嗯、你这个，这有可能他顶了搬过来，顶过来就对、搬过来，也让你活在活在上边。这样他全部走后了，全部帮他走后，这种就反正你这个选一下了，是，所以，黑棋等于脱先了，脱先，他觉得不太好选，是吧？对，他不好选之前，他先把这里先，他是这样走一走，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走这个，是不是？对，继续压，继续压，好，那个我呢，就。比如说啊，这个那个角啊，就已经这样了嘛，已经这样了。先飞一下，你不是就已经这样了吗？嗯。好，我那有个角留着活了，我干脆就这样了。走个俗的，我送给你了。嗯。对，送给你了。这个我搬吗？对，这样。这样呢，我就再有活角。我那里边留的活角呢、没事，我就粘上。我要围这个。这个也是庞然大物啊。对。要围这个，这个呢？这样，我就是说，我那里面还有一个活角，对，先放着。我这个围的大，这个要是真的全成空的话，顺势把这个围了，顺势而为就行。这个大，这个大吧？从视觉上感觉黑棋大是吧？对，但是是不是也要，还是得比一下啊？这个得棋手交给棋手来判断了。他希望是这样，他希望走成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子给自己留一个后路。黑棋他，你要再进来啊，就是说他有可能吃你，因为他这儿有利用了。嗯，这里都有利用，都有利用，他有可能吃你。而且刘老，如果说先这么走的话，他在二五清分，可能白棋不会这么吃了吧？有可能会强硬的下。或者你也走这个，我脚上有一个活的，对，然后呢，我让你再来围吧，给你围。哎，这是他的。这是黑棋的一种调子，是吧？对，先来试个硬手。对，你给我活角，我再来让你围。对，借用一下。如果你那么个围法再勤角，人家就硬吃了。对，先你既然都让我活角了，那我就给你围。这也是一种战略、方式。对对对，嗯。下面白棋该选择了，这个不可失，这个示弱也不行。是。如果你吃了这个倒是吃着了，这个脚上拿住了，嗯，但是呢你让黑棋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围一个肯不肯，哎呀，能不能赢，这个得点目，那个脚是拿了，这个脚如果走这个怎么杀，这也是一个基本功啊，嗯，哎，不能挡啊，不要挡它，还有搬了虎，嗯，走在这里啊，这里面是就是静死，这是静死，静死的静死，嗯，你怎么折腾，这个脚是活不了。对，局部是不能局部死的，对，就是静死。哎，对对对，你冲他就挡，这里面是死的，这个活不了。对，怎么活都活不了，这是你今天就小飞。对，这是个基本功。今天这个这个就搬也活不了。对，好像都活不了，搬就活不了。这个是个对基本功的一个杀他。对，哎，但是这个呢，棋呢。现在目前你挡的话，他不得补啊，这有可能这么打，哎，但是他也没走这个啊，他实战走什么了？他实战打入，啊，你看白棋觉得他不能让你围控，嗯，这个大控，他
判断不能让黑棋撑起来，他先下手为强。打高的可能他来不及或者什么。打高的哈。那这一带就是这两个点。对，好。他是选择低位。这个呢？三路。一个是你不理我，我不说靠，我就拿飞飞你也受不了，是吧？所以呢，一般走这个呢，它是要尖的，是尖顶的，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应对的手段，直接你一走，我一般都要尖住，然后，哎，他这个他不长了，他也是下得很轻灵啊。如果长看看他是啊、哦，如果长，如果长黑棋得。是反加还是继续跳呢？我估计他反加多，就反加了。有可能。反加的意图就是把能把这块全吃掉，围着也不错。对，顺着围着，你这个就自然凉了。自然凉。对，就围着。心情自然凉。那你这个如果连络，可以。那我还有可能给你搬断，也有可能。这个随时就可能搬断，搬了我断。还有。有可能。还有毛病，没连好。对，让你看你怎么吃我，不是怎么个折腾。先看看你争不掉我嘛，是吧？争不掉。那就先争不掉，那还是要挣扎一下子。对，还是要怎么这里靠一靠，还是争得掉吗？看看，我看看，争不掉，争不掉、啊，争不掉，争不掉。哎，等一下，我来算一下，这两个子刚好打吃吃吃吃，有可能争掉了吧？蒸掉了有可能哦，打到这儿刚好接蒸掉了，蒸掉了可能蒸掉了，蒸掉了可不能这样，这个不行。那能靠回去？对，能靠回去，这个蒸掉了可不行。蒸掉了，你只能是靠那个什么了，做别的选择了。对，如果让他就连回去怎么样？我估计可能黑棋不是这样，他是走别的，对，转走别的了。现在我那白棋没长，没长。白棋是在这里很虚的啊，我的给他点是这个他会不会人家两边都不冲直接来金吞你啊？怎么金吞法直接来敢不敢、啊、对敢不敢啊，有点不敢。就这个地方选择啊是最难的。对，你别看他们都是现在一线高手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也是各有各样，各选的不一样，每个人的选点都不一样。对，有自己的特点。我是选这个，也有说这个，而他呢是走的哪个？他是走的中间这儿吧？是这里再往后一路，这里哦，在这里，他觉得你要是这样，那我就算拉倒了，我就可能尝一个。觉得这两个交换便宜了啊、对。啊，是这样。那可能他单长还真是怕他来这种。对，你这个时候都来，你再进来就来不及了。那肯定我要关门了，那就这样。这肯定啊，这个让你有去无回啊。要关门了，所以他实在是，你看他没这个都没敢，他还是又远了一路。远一路还不拉倒。对，一个远一路黑棋还不干呢，还不愿意吃呢。是，这就正常的。就想走这个，这个也很大。因为你既然不长，我就走这个。是，这是至少我的第一感的选择。这一手，但是呢，他是不是怕这个？怕吗？全部要求全部投出是吧？对，那我这个呢？有什么办法？这个就要计算了，这个要计算。这个你有办法吗？我怎么觉得白棋好像不像有什么招？因为你。搬这个，我搬这个，对不对？对，你搬这个，我还搬这个，你也没什么，好像是有断，好像没有招。那么我最有可能是我走这个，他有可能直接就来给我闷杀。我最怕的是这个，所以说我说之前呢要先尖打这个先尖冲，那个时候是不会的，他不可能这样，是吧？对，现在就已经。只是事过境迁了，说现在啊，现在他走的这个是，他是选择了这个，对，这里，这个呢不肯是吗？这样不肯，这么从逻辑上来推理的话，好像是、不肯。我估计他可能是断，我估计是这个，或者他会担心
把自己走重了吗？哦，这个我倒不，这个可能不，这个要求有可能我往这个或者这个，我有可能这样。这个拆分好像想要吃掉不容易。这是最简单的，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这样白棋舒服，没问题的，对对对。这个、我愿意选这个有点过分，我选这个白棋，你可能这个还是反家，这个呢，就他走这个，然后再断那个，缠绕，是。对，但是正有一个正字有力的话也是可以，刚好这个字都用上了。哎，正字有力倒是可以选择长一个嘛。啊、好，我们看实战，话有点远了啊。好，看实战，他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而他也没有搬蟹和没搬这个棋，这个。这个棋刘老我感觉双方都不好掌握，就是不好掌握的棋，空中飞人、啊、走中央的棋是最难，叫高者在辅，对，这个是名言、是，所以中间是最难的，因为它四面六风、然后它怎么个判断，然后最后怎么收口，它需要一个综合的力量，不像边边角角定式咱们好打，一看目也算得清楚，那都好办，这中间的时候空旷得很，那真的是很难选，而且还要根据当时对自己整个形势的判断，或者我觉得形势白棋占好下或者黑下，这个都会影响，都会影响他的选点啊。现在他是走的这个信号，这个怎么样？也挺凶的，我觉得挺凶啊，挺凶，因为但是很难判断。刘老您刚才说这个虎呢，啊，也挺不错的，也挺不错，把这边就围的比较的这个这个是个本型，对吧？本手，本手，哎，本手。但是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更严厉啊？他是想什么呢？但是很难，我觉得这里的判断。他先看一下白棋，他想以后啊，这手省了，也可能从这门是，也可能这样。我们这个呢，其实还是比较客气的，哦，客气是吧？有点客气，我觉得就是一步一个脚印。但这个的意思是说，这个步子要迈大一点。你反正这个呢，也不见得坏棋，这个是本性，不见得。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个还是看力量，看你要是力有力量，你怎么下都有理。这个再往下看谁好啊，他是我看看他是走在这儿，对，尖冲。刚才说你如果敢这样，他还是怕您这个靠这个分段，好像我看不出白棋的下一步好棋。没错，要这么一段白棋下步的好棋在哪里，有可能一下子就比较难下了、不好下是吧？不好下，从招法来看他没有走这儿，还有点怕。一般往上就是想逃的话，可能是想贴着子，比如说这么来或者这么来，这是常规的一种腾挪的手段，就是借他的力量。对，如果这样，这不是有个打吗？我估计可能他就这样该糊起来吧，不肯被你打一下、这样这样这样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样这个进行的话白棋也不见，也有点风险、啊、问题是他有这个，我觉得白棋能活吗？有点担心，这个可能白棋有点太重。为什么你只能这样啊？这样这样是吧，这个有点太重，这个形不对了，这个形不对了，这个形啊，你在这儿折腾两个眼都很难。对，所以这个地方咱们相信朴定环的选择，他是这样，是相信对局者吧。我说一步到位，他这两个先这两个过门是吧，先那个什么走一个加强一下，然后第二个才敢这样，他怕第一个就直接给闷住是吧，他是先交换一下再来走这个。这个呢就在这儿马眼让你来吃，我多了一颗子，你再吃我呢就累很多。对，你不管走什么你要走这个呢，他是走的这个吧，对，他贴起来的，贴这个，他就像这种呢就是贴着走，他就搬顺势、顺势搬，他好像还是有一点这个把自己的眼型啊摆一摆，当然就是一般在中央走就是贴着走，对，马眼借力马眼，嗯，你这个棋呢硬来不着，你要走别的有可能眼位被他撅了，走这个也不行，所以说他有可能搬断了，对，搬了就断，毕竟这是黑棋的主场啊，对，他就干脆这样，好，看看现在他是拐一个拐，他要搬这个他肯定是长了，我想。
他是拐一个让你尝这个，各样让你尝。哎，这如果尝这儿，这个还是这有拐回来，对对对对对对。那他就大致还得会徒手吗？我觉得他难道来这个了？会不会这门？不敢不敢。有可能来这门吧？让他拐回去吗？嗯，他没有走这个，他没有尝，害怕，他没有尝，他还是哎，还是这几个有点害怕的感觉。哎、继续在这儿搭房子啊。把中间的眼位摆好。哎，要是这样，我倒觉得黑棋还挺好。你既然在我这儿，我镇的地方，你靠我一个，我还是挺高兴的。是吧？我最怕的是什么？他活在里头，活在里面。现在走这个来不及了，他肯定是这个。对，肯定是这个。那走在这儿被他这个也不肯，那走什么？他是走的这个，看看啊，看，还是要借力，借力行棋，对，先断一个，对，这个断我觉得是一直想下，对，先交换一下，这个你好像没有办法，这个有点过分了吧？他只能走这个，嗯，然后再搬，搬，好，白棋一长，然后这么简单，一长一打吃，对，这个。争子是争不掉，但是白棋敢不敢跑、啊、你如果跑啊，他很有可能这个，嗯，这个再跑压过来啊、哦、他不是真的要来争你，是吧？不，你总不能你吃这个我吃这个，那你不行，你只要你两头不顾，两头顾不只能顾一方。要是这么下的话，这一代黑棋全是先手，白棋，对呀、啊、这一代白棋活起来可能很危险，是全部被吃进来，好像有点悬，不合适，有点悬。我觉得这个打吃的时候他不敢跑了。我觉得现在这个下法是，好像黑棋还行，还不错是吧？哎、打吃，那黑，你这儿中间不敢跑了，对对，中间走的有点多好像。但这一长，但长也有好处啊，他这个眼位出来了，基本上出来了。嗯，那就我泼这个，你泼那个，各破一方是吧？互破，而且他这个有点先手啊，下一手要拐回来。黑棋没应，顾不上了，顾不上了，我黑棋不会走这个了，顾不上了，搬一下，对，搬一下，尝一下，有这个眼型，这个他觉得，哎，对，这个也大啊，他搬一下尝一个，对，然后在这中间马眼睛，提掉，可以不小，这个不小，中间开花很大，这个威力也是白棋这边这转换了，这就转换了，现在突破啊，哎。从互为现在变成互破，哪个大？我怎么觉得这个也不小啊，这个也不小啊，全都是超级大场。这个也好大，但是你等于是我先提了跟你走这，我等于先手提，也不肯。你要是围的话，是不是黑棋就考虑把这个贴回来了？那要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吃好像哪个大？哪个还有这个活角啊、哦？哪个大都我不知道。要判断。判断我去，那个不小。都很大，对，他是走这个了，对，走这个，那这个棋，黑棋现在选点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下来是吧？嗯，活角，对，反正都是大棋，他实战是我看看好点，尖冲，非常好的好点，尖冲，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好棋是吧？期待已久了，这个好，嗯。我倒觉得啊，我觉得这一代白棋在这儿折腾半天呢，值不值？那儿给穿了，这个哪个大？虽然你这个他不肯跟你围啊，嗯，就不能有点轻的走法吗？现在这个局面，白棋活了，然后把这串子拉出来了，是吧？啊，有收获啊。但是黑棋的收获就是拔花。然后这个边穿下去，我觉得他这个下法我值得探讨。比如说这样的棋啊，我给稍微的我的看法啊，能不能你来点轻一点的，比如说这样的棋，是不是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他拐了是吧？这样哈，对，他就靠了，对，这个时候你走那么重的话，你还能不能这样搬一个？他是怕搬不到呢。还这么吃啊？不会吧？太凶了是吧？可能不会，还是挡住吧。挡住，对、嗯，这个我总是我的先手吧，对吧？这个应该是我的先手。
哎，这个不是，你就这来轻的吧？不行吗？为什么要在这儿撞悠呢？走到这个墓上是吧？对，走到三路，这个不好吗？为什么要这儿来一下？这儿来的太多了。我是要是我，我可能选这个。是，看他这一代的选择其实挺多。每个棋手他的判断不一样啊。对，下法也不一样。这个如果我这儿活在这里面，就是我这个随便你吃。吃哪个给哪个。我只要活，这掌握大方向活掉，这个我觉得反而这样的白棋好掌控。对，我要是我喜欢下这样的白的。那么实战，我们看实战啊，你看实战他走的什么，他这是来了一个这个是不是，人一段一走，然后呢这儿搬一下，你来了一个这个，然后这儿再来一个这个是吧，不敢走了，然后再来一个这个尝一个。尝这个，这搬，给他搬着了。本来我还不见得能搬得着呢，现在呢，你既然走了，他这必须搬着了。然后提，给他提一个，然后呢，这儿还没走，然后再拐这个，转了一圈，把这个拉回来了。这个就二十多目棋，但是这个大，这个好点是吧？这个个子就是说，本来这个围起来啊，正好围的舒服和虚空都是他的。现在破了我舒服，我觉得现在是白棋，这破的白棋可以，这个黑棋这几个我觉得下的舒服了。看来您觉得还黑棋的这个进程还是比较满意的啊。就从这一代我喜欢黑的这一代。好，现在他是立场比较鲜明。是搬了没有搬，这个尖冲这个，然后呢挡住挡这个啊，吃角。现在啊，他就有点累了。为什么？你这个已经不敢了。为什么？他这一走，你能、这个有点不敢了。不敢了。他这个花有、花在这放着呢。那你就有点勉强了。有点过分。所以呢，现在再回这个，然后他这个挡下去。对。起来。好，这样定型成这样，但里面呢？里面有味道哈。对了。味道多多。刚才说飞的话有小尖，不同了，时过境迁了。为什么？中间你看我这儿多了，刚才这全是白花花的，都围着呢。是，我就是说你封口了，封口之后那个是要杀，是这个杀尖、那现在不同了，现在你的胃，我的借力啊，你那根本不敢吃，不那个吃法已经对，此一时彼一时了，不行了，不一样了。对，现在。还可以，这个这个下来挺好。我觉得这一代的下法，好像黑棋得分了。爬，这是爬一个适应手。适应手，对，爬一个。看这看你是搬还是长是吧？应该长。还是长，长对，长一个厚一点，厚一点。长，本手就长，不能搬的话，这个有一有断一个断，或者这本来有一家。对，这个家我就也可以。对，但是还是长厚一个，因为这个地方这断完之后，这个地方有问题的。对，这是必须的。这是他看作白棋的权利吧。权利，这个没关系。然后呢，这个地方，他这儿搬了一个，这时候搬的是吧？没有，他之前我看看在哪里还交换了一手。这个时候呢？八一八二，八十八一，刚是八十二。哦，对，挤了一个。挤一个，这是。常规手段，他然后搬一个，对。像这个手段啊，之前走，这个没打。本来我说这儿走的太多了，然后这里拆，这个也很大，很大。要不然黑棋拆有点先手吧？对呀、这是明显先手。这个要联络你啊？对呀、补一手，对，先手便宜，对。这个还是要非常大，是。然后他。来考验你了，考验你了！给你出题了，他也不见得是真的要做活是吧？先问你，不，就考验这不是假，不是真的是不给你弄假的，就是真的。先来道题目测试一下，这个就是考验，是给你出题了。出题，这个地方看看适应手，对，是难，这个是不容易，你要全吃不容易。看看你的态度是吧？不是态度，就是说你之前的这个变化。已经走到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是他考验你难受的，主要是你前面造成的，前面你早先封口了，这个东西不是考验，
走基本功的东西就杀。对，这个现在你本身就不容易杀，杀起来累，知道吧？你有可能对有累，而且他这一飞这边留着一个断了是吧？刘朗这边是有断对有断毛病，是你，所以白棋现在先刺，他也是间接对自己的断点，这个对，他要求先手刺，黑棋没有，黑棋还不肯这么老老实实的连回去，他先靠。哦，他先靠你。他说我有可先看是应手，先是应手，是应手。你走哪边哈？对，你是应手呢？我看怎么补，怎么补法？嗯，对，他是立立，对。你是要立的话，哎，他没补，他现在先爬。好棋，好棋是吗？好，可以。这一爬，这爬要求搬过是吧？你不能，你冲断是不可能的。你敢冲断吗？敢不敢？假如啊。我这一冲，你要断，对，如果我就在这里，这个你走什么？感觉白棋有点勉强啊。这个走什么？我不敢冲了，对吧？我肯定不敢冲。对，你假如走这个，我走这里。我假如这个你走什么？那我如果要分段，我只能挡下来。对，我就来个俗的。哎呦，刘老在这里亮手筋了。我如果吃，我就这个试一试啊。这个经典手筋是吧？走什么？好像是个相思段的经典手筋。经典手筋啊，是吧？这叫相思段。我如果吃这个，您这一吃，皆不归。我吃这里打或打这里，还是皆不归，是吧？不太舒服，都不行，不太舒服。嗯，这个棋呢就累了。你这样马上断，你要注意，这个你还条件不成熟。对对对，他希望你来我断了，哎，他先尖。哎，这个对，这个尖一个是本来，我倒怀疑是不是他这个爬，这个尖本来就是一个很是个要点。要点啊，您说这个爬，我再想想，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更好的下法？特别复杂，对，我吃不准，因为我。这这方面我不行，谦虚。我不知道往哪儿走。这个棋是对这个局部的棋感敏锐度是一个考验。这个棋筋的地方选择要想他们这个快棋，这个地方啊，这个读棋筋是一门学问，看看怎么弄。他是走的这个冲这个，冲什么意思啊？你如果挡，我想他会断。我想他会断，马上断是吧？对，马上断。我想是断，他是找你的毛病。断，你现在你敢？现在不敢吃，你怎么吃我？这个吃不掉。对，假如你走这个，我这一长。如果要再冲，对，这个就麻烦。只有吃了。哦，冲这个。只有吃这个了。那只能吃啊。那我挤一个就回家了。哎，又是这个就不用补这个断了。这个要断的话，对，这个二路一打吃，这个就全连通了。对，你这个就省了，是吧？这个黑棋效率太高，不可，这个是不行。我就是说你挡他，就是想出你这个毛病。对，在你想让我回家的时候，先考验你。嗯，这个时候你难受。就打这边一场也吃不掉啊。不是打这个你有点不舒服吧？不舒服。打这个我要出你的事儿啊，出毛病啊！一长，这要出毛病啊！只能跳，这就这个你受得了吗？嗯，我还是得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一带感觉有很紧，气紧，而且有可能要我找你点事儿，我有可能我走这个，很有可能走这个，走这个有点危险，白棋。现在你在就没冲断了，你冲断我要你的命了。如果是一个对杀是吧？对，逼迫你对杀，杀半天你很累，你可能都杀不过赢黑的。是，这样是黑棋期待的。嗯，实战看他们走什么，不敢挡吧？他退了，那我就有可能成功。退的时候，他现在挡在二路。退是只能忍耐。就是说，就是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是吧？挡二路，是要求这个拐是吗？拐是先生。这个棋啊，这个棋我不是要求，我这个地方一走这个，哦，就
直接点我冲呢？冲我就哇！我打吃。我沾上。我这一吃。看见我就挤进来。您一挤。嗯。啊，这个子又被断了。这就有问题了。这个二路这颗是不是、啊？对，黑棋又连通了。对了，这个棋你就不好下了。嗯。哎，他有这个后续手段。对。嗯。他挡就是给他留着，你不可能冲到我，你现在得去给我补。是，因为我有这个点，你要冲淡我的正中下怀、你可能得补吧，他补了吧？补了，单粘，单粘的脚上是留了一个活棋了，没有彻底活啊，还没有彻底活，我走这里不活啊，不，你走当然活，我就是说我脱先了，脱先，你走当然活了，现在不是你要冲淡我吗？他补这个了，补这个让你来吃我，我看这补这个了，是不是？都走齐了这一串了，你吃我脚啊就累一点。对，怎么说累呢？我们看看啊，如果我搬这个，你走什么？他97在哪儿啊？哦，贴回来，把这个贴回来。让白棋来吃，就是这样子的。对，就是这样，是挡完他一粘，然后黑棋贴。嗯，现在这个脚让白棋吃，不好吃，也不好吃。你如果来一个正规手段，你给我吃我一下。你看现在白棋是冲上去了，冲。哎，我挡，我先说这个，这个的话，我一走这个硬腿啊。对，这个一路是先手。哎，你吃我的话不好吃，比如说你点我杀我。我一挡住，它有个挤回来，哎，挤回来不说，它是一个硬腿的，你只能这样，你还必须卖粘上，我这一粘呢，你这颗子回不了家了，回不了，一冲啊、一长，一冲，那有个硬腿是吧？有个接不归，所以它这么一些环就转，你这个脚这么吃不行的，你来一个非常手段，你得走别的了。一般杀脚的杀这个死活都是从外往里挤，这是常规。嗯，现在你从外往里挤，挤不动的时候，你想办法在里面动脑筋。哎，这一般是常规的杀棋的这个常规手段啊。对，他走什么？他冲了一个，对不对？这就刚才那个就放弃，现在是这样的点。好，粘上对吧？现在白棋要来杀脚是吧？能杀吗？能不能杀？我们要不然刘老，我们先卖个小关子啊。好的，此刻我们先暂停一下，给大家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我们3分钟之后回来。好的，待会儿见。有微信号，彩进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脚步的一个死活问题是吧？啊，是一个复杂了。卖了个小关子，这个脚上怎么回事儿？哎，对，我们现在来继续看实战。继续啊，好，这个脚上是什么个情况？现在是点完之后，从局部的情况，这个一路立是先手，对，是吧？你如果搬这个是不行的，为什么？他一搬你一立，他一立，这个立是个先手，这不行。因为这是死，这儿要这儿有个，这个回家，哎，所以呢，这个点。不成，那么他搬这个，这要搬，因为这个只要被他立着，立如果放成这样的话，他这个脚就活了，已经是活棋了。你不管走什么都活，所以这个搬是必须的，是吧？搬那好，要点对。如果你粘上被他这一搬是活的，对，那么干脆就这个了，那怎么办？现在这个一个死活题啊，死活题了，死活题。出一道题，这个死活题，但是这个死活题对朴廷桓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啊。看他给出答案，他是立的，哎，对，立一个，立在一路。好，他这个提一个，对吧？提这个是，他是打住。嘿，朴廷桓这个打住什么意思啊？现在你这个把局部放大一点，走成这样，然后呢，这个脚上的局部啊，如果你让白棋挡这个，这个棋就已经死了。为什么呢？你团，你想想，它是眼杀，对，我自己做个刀把舞就行了，就是死棋，对吧？经典的刀把舞是，所以这个点还不能让白棋占，
那么说我黑棋必须站，你不能站这个一站就死了。对，这个黑棋得爬进去。这个站呢，这个里面呢，成为一个想走双活。嗯，如果让黑棋粘，黑这个里面是个活双活活了，你杀不住我，对不对？你走这个是双活，对不对？你不走，我黑棋走这个也是双活。对，所以呢，这一城变成了个打劫，打劫双活，打劫双活。哎、如果让白棋走了，假如这样，我是粘住的，这个棋是个死棋。这里面因为要补一手、哎、是吧？死棋，这因为这个点你的斩，他一走这个是个这个叫对，看这个这是死棋，嗯，所以这变成了个打劫活。对，好，这里留了一个劫，是这么下的吧？是实战是这么进行的。实战下，然后看啊，一立一爬，他爬的这个。嗯，哎，先拐一个，中间拐一个，哎，拐这个，这是他的先手便宜，对，先手便宜，对，他只能粘。哎，这也可以先手再便宜一下啊，这个可以便宜一下。还没有走，不便宜吗？这个便宜，就是爬。爬，我觉得他可以现在再尝一个便宜。谢尔豪也，朴定环没有111，看看他是。这个不觉得应该便宜一下为好吧？难道不是吗？倒成这样再打劫不行吗？这两个交换不便宜吗？对呀、啊，这个不便宜吗？尝一下总是很心情很舒服啊。对呀、啊，他这个不要了，朴定环不要了，直接这个是这么下的。谢尔豪直接爬黑棋。哦，谢豪，对，谢豪应该尝一个。对，这个便宜的。这样子就直接开劫。这个你不能提我挤了，你只能走这个。是。然后我再爬，不是打劫吗？嗯。他是直接走这个，好，他先爬，但是呢，这个以后就来不及了，这个亏一点点，打劫，然后搬，搬是劫财，然后再回来是吧？应该是这样，看这样棋谱是这样，是，然后呢，白棋打掉，这个也顺手啊，对，这个也顺手的劫财，对，很舒服，这个、没事，这个、可以，再回劫，再打这个劫，现在目前很大，尝一个是劫，对，顺手劫，对，再回来打劫。成了个打劫活，再提那个劫，那个脚不小呢，那个脚不小，这个打劫活了。这边这个这也是劫财、哦，这劫，但是也不算损，这个没事，也不算是吧？不算损，不算损。提。哎，这边就是开你来我往，打劫这个出现一个劫争。这个这儿啊，这一铺这儿铺一个劫，这一铺，嗯。哎，他这个有点意思啊！你要提的话，我将来哎对，还有劫财，所以他是粘，但是粘的话是不是亏一点啊？不亏，也没有一点点。将来万一被拐掉的话，就亏了。稍亏，他这瞬间那这个铺一个是个好时机，有限啊，他是爬、这个、便宜有限是吧？有限，提掉。嗯，他以后是爬那个哈、啊，然后这个铺也。哦，这个像损，有点损，因为以后你看在到这儿能跳，这个是损的。对。这是明显损，这个明显的损，他不拘小节啊，就可能也没有更合适的劫财了。两个人都不拘小节，哎，这儿我觉得来一下，这儿损一下，有的可能礼尚往来，对，来提劫，不拘小节，直接就这么干这个劫财，觉得吃着就行，这个地方小，130，哎，现在该。黑棋找，哎呦，这个来这个比较强硬的招法了。这一点是先手是吧？慢，这个我觉得可以，能不能咱们考虑考虑？这个要考虑一下。哎，这个劫财不是一个需要这个商榷、这个、是吧？这个行不行？或者这个行不行？我的第一感是这个，或者说这个不行吗？这劫财？这个不行吗？这个也很严厉、啊。或者说，这个不行吗？这个也很严厉。啊，我试你一下硬手，不行吗？好像也挺好的。挺好的，嗯。不可以。现在可能黑棋的选择啊，还就除一些这个明显的劫财以外，他可以选择这个头绪啊，挺多的。对。这个选择我觉得让他考虑考虑，是不是他怕不应了吗？不会吧，
他反正这个呢，你要是用他的脑筋的话，因为他走了太多了，你走了次，他已经投入的手术很多了。对，你再来呢，他那前面的手术就变得有意义了。是，哎，而且如果有找劫财的时候，有点担心，就是脱不开手，是吧？对他实战是这个哈。他这个一次白棋，他白来劲了。对，你这个因为这个不见得，然后再提劫，再提劫，这两个有可能损，就下法不一样，因为这个之前呢。这个或者这个那个下法不一样，哎呀，这个棋他是爬了一个好像，对，现在又爬，哎，这个爬也是劫财是吧？他没有消劫的心情，如果沾被这个，是不是他受不了？哦，也是，这个不小，也很大，因为他一挡过来这边，好像马上味道不好，不仅仅是木数，这个还是得硬一手，还是要硬一手，他提白棋，黑棋觉得中间自己这个边还是有劫财，哇，这个一顶，这个有点猛，有这个有点猛，这个下这有点脱不开手的感觉，这个一下，这个下巴有点猛，这个有点硬朗啊，感觉有点硬朗，硬啊，你不能期待他走这里是吧？他一定冲出来，这个有点，哎，这个就有点相撞的两个，你看啊，如果哎如果有。把它吃了那就不说了，如果你要利益获得的有限的话，这有可能相撞，这两个你看这个叫劣势，你看这样的棋，这样有可能损的，对对，哎，你不如当初这个这儿来一下飞一下那个呢是一个不损，有风险，哎，这样呢有损的可能，那必须要吃动杀心了，有可能这个有风险啊，他走这个了，那就下法，这个就急转直下，这个就不是木的问题了，但你要可能要动杀心了，哇，还被他尝一个，这个白的形状好，你在这个就没有了，刚才那个事过境迁了，和刚才断之前事过境迁了，刘老您说的有道理，这个棋这一代找劫财，其实本来黑棋感觉还比较顺利是吧，哎、从这边开始，谢谢这个王瑞对我有好的评价，我非常高兴。对您能够认可我，这个很高兴。我觉得、您得到广大爱好者的认可。哎呦不，你的认可我很欣慰。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是选择这面或者这面？因为实战的这个下法看起来确实看得很危险，有点硬，对，很危险。有点，如果成功的话，那就很厉害。但是就是说，你这个就有点硬了，过硬了。就不够柔软，是哎，现在呢，你就是说，你就逼着你要有所作为了，你就说你必须要得点便宜了，不得便宜的话，你这个就投入，这个就有可能废子了，效率就没出来，是，现在那个面临着那个劫财的问题了吧，是吧？啊，这时候是不是又回去提了？是这个劫，其实他提了，其实就是一些木数啊，不，他提了，我看看他现在他是提的，是吧？提的劫，提了劫，哎。但是这个这边损失很大呀，这个劫财找的，哇，是一段，这就有损失。他打，哇，这个够狠，冲下来，哇，这个是完全是，我这个完全变了，天哪，因为这个现在可能是已经他回家了，因为这个，就是等于他叫回家了，已经跑不掉了，逃不掉了，哎，这是粘上。这个不可能断吧，他挡没断不了，对，他、就是、你要断，因为这个断不了的话，这一吃一走一跳就死了，断不了，所以呢他只能这个，为什么这两个冲呢，为什么不单啊？一样他也是这个，单走也一样，还原成这样啊，他走这个是吧，哎，他是先拐，我看看这个次序，先拐、他是先拐的，他是先拐的，然后再走一个别的，是粘了，消劫了，消劫，哎呦，他立一个，对，这个大飞，二七猛，然后黑棋上边靠一靠，还是有点瞄着这个味道啊，逃跑的味道，现在有点事过境迁，不知道，有点不该有，反正我觉得有点疑问，我觉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下法哈、对，
现在呢，他就得防着这个，看下这个，哎，防着这个，他所以不敢冲。若一冲，他一退，那对，马上就要连回来。这两个不交换呢，现在呢，你走这个呢，他能够把你这个回不了家，粘不住。一般，他都能够冲过来。对对对。哎，如果你这儿有一个子，他就回来了。对。现在这个正好是能够行。然后呢，他把这个冲掉，是吧？哎，不对。他是啊，对，他先靠的时候，然后冲。冲掉。哎，这个次序。这是你的。他这像是打将啊。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地方挡住，这个大，先是七木吧，这个大。啊，对，挡住了。挡住了。嗯。先挡住，然后黑棋关子，蓝棋挡这边，这个挡一关。哦，那个大，那个大，这个也很大。啊、哦。哎，这个。哎，你说。大杀小输赢是吧？是不是要属木了？要属木了、哎，要属木的感觉，大家都很有自信呐、啊，是吧？这是他的先手，然后呢，这个上面搬一个，哎呦，我们现在同步了，现在跟现场的同步，对，就是说、哎、看到现场画面同步，现在这个就是属木的问题了，形势判断的问题了。输赢也就是这样，但我觉得这已经走成这个什么了，最后是属木，也许是大杀小输赢。对，但是呢，我有点消心不甘，就是刚才你那个比较认可我的那个一个点进来的时候、啊，哎，找劫财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更加的那个？别这个是，我觉得转主要是在这儿。点的时候和点和顶，其实在开劫的这一瞬间哈，嗯，当时我们感觉黑棋这个调子还是挺不错的。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黑的像是不错。现在我们看看啊，实战这个劫打完之后，似乎没有打劫之前那么形势有利。现在我们看，这面都走了什么？这个在这面呢，就是说他破了之后，他吃了两颗子。对，两颗子这个一吃呢，这个都算是他也回家了。对对对。那么这个角是哎活了，活了个大角。白棋呢得到什么呢？白棋主要是把你这个破了，把这个空破了，破了，对。如果当初这个不点这个直接飞啊，把这个吞掉，我真是觉得特别大。但是呢，吞掉它，如果那个结束了的话，这个大角也很大。这个角那个角多大？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四。那里面是没有没有木，没有黑棋没有木，双活都没木。对，白棋如果粘到是有木。对对对对对。大概就不到三十木。三十木。嗯。差一点点，三十目不到三十目、但是他这个地方，他也觉得这还多一手棋。哎，对这个三十目，那对，加上这手棋要超过三十目。嗯， 对， 对。如果他活的话，这个本身这一拐也是有、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目棋，那个不小的价值，不小。对。但是这个地方让白棋的形状啊，它比较舒服，太完美了。他这个吃了两个子，有点舒服。对。就我就觉得这个中间哪个地方是不是值得推敲一下，是吧？可以推敲，因为这个底，哎，这个底，哎，我看到了一步好棋啊！嗯，好，我们看啊，太好了，太好了，哪个好棋？我看看，看看，哎，在哪里？这一靠，刘老，哎，手金，手金，这个应该是这一靠，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吃掉了，你如果沾我这一冲，这一冲就下来了，你全吃掉了，这不行是吧？对，你如果退。只能退，我冲过来，对，我把这个子割下来，好，不小呀，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走这个，大概他走这个，那我团住是吧？对，我是团吧，团住，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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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这个他可能打一个，我估计，要不他先打，他先打，我估计是这样，他先打，先打好，先打，先打呢，就是你如果让的话，他一吃，你提他能搬进来。搬在这里，对，他能多进两颗子，对，便宜好几目这个地方，哎，对对对，他我估计是这样，会走成这样，打一个，打一个，如果你忍耐粘上，他这团
不，他就直接这儿，这儿有一个这个。啊，点在三路。哎，对对，他会不会有个这个？会不会有这个？这个我如果断，您就飞飞过。嗯。嗯，有没有这个？哎，不，这个两个不交换吧？还是这个交换有点勉强感觉。是。是吧？是。哎，会不会这样？有可能，但是实际上我看他是白棋没有拐，他是顶住的，顶住被一冲呢。哎，哦，他不要这三颗子，哦，他觉得这个大，这个大，他觉得这颗子大，大吗？那你现在总是粘了吧？这个没道理再粘这三个子回去吧？嗯，他也可能粘，也可能这样冲一下，便宜两目、哎、是吧？哪个大？这个棋如果单提。哦，这儿有个这个，有一个什么？这儿多出一个，这儿有个加，有可能。加我冲呢？哦，我看看啊，这个棋，比如说，我走这个，挡住，跳这个，啊，跳，跳一个，多出一个这个，跳厉害。我如果挡您，它有个扳，一扳、嗯，对，我不能断了。哎，这一吃，哎，对对对，对，这边有点官司平议。哎呦，这个棋他还是挡住了，挡住了，还是挡住了。那这个选了三颗大还是这个大？对，你算一下，我算一算，提掉一二三四五六，下面有一点点，嗯，不一样、嗯，主要还是就六目，这儿能差一点。他要是粘这里冲过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嗯，差不多，我觉得差不多啊，嗯。哎，这个好。粘上来的话，因为还有一打，会这一打有味道。对，跟这边的味道有点。它稍微有点为难。它是粘在这里，它判断是这个。我要相信高手的判断。高手，这个六目。对。但是这个六目还是比较舒服。认为这个粘更大。这个六目还是挺舒服。这一靠手筋得了吧？得了，得分了。嗯，得分了，明显得分。嘿。细棋，这一靠会不会会细棋吗？对，会不会这个是我们要反转啊？这个胜率有没有？我们还没看到啊，有没有这个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不是，这个木啊，要数起来有点那什么了。嗯，我们不知道了。这个棋到这个时候啊。错综复杂，要数目，我反正觉得感觉是应该胜负不是那么悬殊，距离哎不是那么拉开大，嗯，有可能就是那个大厦小输赢的那个规律，对，但是这个也挺说后面的目啊，有稍微有点，这以后搬瞻先手这个很大啊，搬瞻先手他能走在这里，这脚上应该没有棋。应该没有棋啊，没有棋，对，搬粘应该这样的，走这个它粘上啊，哎，走这个，这脚上就正好是十三目，嗯，哎，如果你说有棋，那么打吃我粘上，劫财会很多，但是没有用，劫财会很多，这里面正好是没有用，没棋，哎，你走这个它能搬。这个眼没有眼，他有眼杀，你走这个呢，他一冲呢，正好把你的眼给断了，对，是吧？他实战就是搬粘了，搬粘了，他走这个十三目，嗯，劫财也很多，对，那白棋再顶一个吧，这个顶也不小啊，这个顶很大，不走的话，这个棋呢，这个棋要这样，他一团这个，你再走这个，他这个还先手，等于这样。哟，这个白棋这个木也不小啊！是啊，它这个是木了，对，也不小。走这。不过现在对黑棋来说，贴六目半可能哦，六目半啊，好消息就是好一点。黑棋六目半呢，这个和我们的七目半稍微是哎，那差一目呢，这个贴法不一样。细棋的时候，这个差一目啊，差异很大，对，差距不小，对，是的。现在还是要看看官子怎么个收法。
要是这样的话，当初啊，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应该点掉就好一点？哪个点？这个能点着的话啊，是好像比这个关子比实战是吧？嗯，那现在如果是非常细的话，那每一幕都很重要了。也来不及，可能也没有这个机会吗？没有机会吗？哦，他靠这个之前。靠这个之前呢，先点掉，先刺掉，先刺掉，就把这个刺掉，然后再来靠这个杀手锏，再给他这个，对对对，那个可能是不是比现在的机会要好一点？嗯，是这样吗？看看啊，这样给他虎这个他这个挺舒服，太虎，而且是先手，没关系，现在还没落子。还在思考当中，还在思考。现在看看他哪个啊？他估计，我估计可能是是不是这一类的走，嗯，很大。他这个感觉这个很大。哎，这个棋是细棋往前走，这个不好下。嗯，哎，这个好像被黑棋顶到了，我看看那白棋走哪里。白棋是不是这个？啊，吃这个啊？他打吃，打吃这里。啊，打吃，打吃这个。打吃不敢跑是吧？不，如果你跑，嗯，如果你跑，哎，这是什么意思啊？没啥用啊，我怎么觉得上面？什么意思呢？没啥用，他是不是？哎，对，就是打吃。打吃，对，没看错。对，打吃。如果跑一个，那就顶一个吧。顶一个先手。那打吃一个有啥用？对。但是实战他也没有跑。嗯。他是顶在这儿。对。这一回合交换。三目先手，三目啊。嗯，这三目怎么想的呢？他走这个，对，但是这个先手两目吃掉，也很大，这先手三目弱一点，稍稍弱一点点，这样白棋在黑棋花一手棋补回来，这个谁便宜？怎么判断？本来白棋是可以跳，嗯，本来白棋是可以跳，对，莫非他是应该跳啊？哎呀，这个算起来好辛苦，他们相信他们走的吧。好，这是朴定桓，这个他们这么顶尖高手啊。嗯，朴定桓其实这次农心杯的发挥已经相当惊艳了，是吧？嗯，截止到目前嗯，这个三连胜，对，三连胜，然后又昨天吧，我们范廷钰这个连赢了一下，哎呀，这个棋他连赢三连胜，还是这次算他发挥的。对，嗯，这都是要算目，带算目，带要将，这也不损，反正是他在判断当中，他是选择这个好，还是要走什么？我刘老，我看他现在这个胜率显示啊，可能黑棋不是太乐观。哎呦，你都看出来了，这个有胜率吗？这是 AI 的。AI 的胜率。他选了这个。但是还是细棋。这个打。细棋，白棋要稍微领先一点。是吗？嗯。嗯，不敢染的，我也不知道。嗯，这一届农心杯其实还是非常精彩的啊，很多戏剧化的场面。现在这个行，我还不敢说。这个如果断，它可能是这个，大概是这样算。他是中间选这个打，我当时觉得是这个尖一个，不是这个飞也不小，飞它中间看不上，他觉得不大。对。因为有一个跳进来是还是怎么着啊？没有跳进来，他觉得这个粘就很大，冲一个，大概是这样。对，因为现在呢，这个仍然是这个回不去，因为这个回不去是吧？我把这个冲掉，嗯，
实战就这么下的，断了他也贴这个了，可以数目啊，就比较能够数目了，比较简单了，煎，对，我估计是他吃一个，大概是这样，就这样了。对，还没吃，还没有吃，现在小煎还没有吃，但是我替他先放下，放上去啊。一吃黑棋呢，不能粘，是吧？对，万一粘的话，他就搬。对，没有万一，他要粘，他敢粘的话，就给拿下。全部就对三个米就被吃掉了，哎，对，这大亏，这不能粘，这不可能。他其实煎呢，就是官子便宜，可能对跳一个或者是什么？对，他就是这样。黑棋白棋也没有什么好，就前面冲过了，好也没有好选择了，他是吃了，对，已经落子了，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现在那就这样了，差不多的那个什么，后面黑棋就选他留给他的还有哪里，官子已经不多了是吧？不多了吗？这一挡可能先手吧，对，挡是先手了，尝一尝。嗯，这个拐大不大？拐有限。有限。拐的话，它可能这四目还有个四目，它这个也有。这个也特别大。这个也有四目。这个扳过也很大。扳它可能爬。哦。有可能，再各选一个。它这里并的。并一个，它提一个吧。对。还没走，还没走，还没走，还没走。这个总是要提的。属木。是吧？嗯，这属木的话，这个需要快速的属木 AI， 这可能是细棋吧？细棋有可能。这个靠啊，刘老其实和他冲了打吃效果一样。一样吗？我如果冲一个单打，是不是也是吃掉这三个子了？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哦，对，这样的话冲打吃，他可以先拐。先拐，对，还是那还是靠一个好。对，靠一个明显的好。现在朴定桓在长好，对。现在这个存在变数的官子，可能中间这一带是吧？这一带对还没有完全定型。是，还有下边。现在他是下边这边怎么了？对，现在。提肯定是要提，这个要挡一个，这个大，这个大，一会再搬你挡不住的。对，这个白棋应该正常是要立的，这一搬这得一二三四，先手四目，很大，所以这得立，逆收四目得立。这个也不小，哎，这个很大，将来收完气打吃，这将来还得补一手。不，我这个棋啊，我是马上断你一下。就是有可能啊，马上断一下，就是让你难受一下。嗯，你走什么呢？你是走哪里？下面一样，一般是这样，这样对，一样这样。打一个，他大概这样，把这个挡住。挡住，对。我是粘还是顶啊？顶住。他大概是紧着气，这儿有个铁不贵。对，那我就再粘上。袜还是粘？粘上。我估计他会有个加，是不是有可能？现在加啊，对。现在加我吃。你走，他加你一下，对。我如果现在吃，我这样，对这个棋是不是有点问题呢？有点小问题吗？冲呢？对，尖啊，对。哦，哎呦，那这样的话就那破了不少空。那要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小问题啊？哎，有变化，它没有力哎。哎，好。他那个他给了，他是走，我看看他走哪里去了，他就是走这个了，是冲一个，哦，冲这个，下面他给了，冲这个，对，下面他给了，所以还是有变数啊，当然有变数，以为我们觉得这个先手挡的地方还是有一些变数，又有新变化，他冲，然后把这个给。他可能认为这个先手挡有点大，先手就是刚才我们摆的这个变化图。这样黑棋是先手四目，这个啊，他先立了，把这个立倒。先手四目哈。先手四目啊。哎，这个先手四目拿到了，会不会有变数呢？上面这个会不会有变数？
上面这个啊，这个冲也大是吧？冲完之后啊，它还要下一个呢。哦，本来挡的话，一二三四，对，也大，这个也大，也大。嗯，他的选择应该是正确的，我觉得，嗯，已经走成这样，然后这个还没有，对，现在总要粘的，现在已经下成这样，对，嗯，要粘一手。哎呀，这个棋对刘老他，因为这可能没有先手四目，因为将来这要补一手。嗯，不，但是他又立一个这儿，下面还有个软儿，啊，四目弱一点，四目弱一点，嗯，那上面也有差不多，差不多，他的选择还是对的，嗯，哎，这样的话，后面的官子。好像白棋，他现在网站上给出的胜率呢是贴黑贴七目半的胜率。哦，贴七目半。对，哦，所以呢，嗯，实际上是用的六目半的。六目半，对对对对。所以这个胜率要打点折扣。嗯，好。哎，已经搬过了是吧？实战就这么下的，搬过了。搬过，搬过。哎，他这个不先粘一下吗？中间这个四目小吗？后手四目是吧？不，这粘不是先手吗？搬过，搬过档。先手不，但是影响中央，这一双这个和刚才不一样，这搬出来特别大，嗯，中央大，他爬的，你看，哎，真是这两个，一人一个，哎，这个也不小，这个也不小，这个也很大，很大很大，这个也不小，嗯，因为你拐了之后啊，下面还有个四目，对，哎，这非常大，他爬过之后，接下来还能再顶是吧？对，不。他你说是白棋啊，白棋对，是的，是一个顶的问题，他就这个就是正常的，至少是这样，就顶这个，来个冲完就挤，他就这么定型就行了。哦，黑棋补了，嗯，那被黑白棋等于先手爬，嗯嗯，这个是几目了？这个是四目五目，五目棋应该有，是吧？这个也有五目棋，这个弯是吧？哎，中央，中央大，中央大，二三四，他在这儿多挤一个这个，还有一个挤，嗯，对，五目，但是虽然五目，我看中央这是个四目，也是四目以上，变成了一个细棋局面，细棋对，嗯，哎呀，这可能这盘棋要数空了是吧？最后要数子了，数子。对，因为很细。嗯，不是数子，他们数目吧，在电脑现在都是数目，数目，哎，用的韩国规则数目是吧？数目，哎。哎呀，现在这个胜负的问题啊，胜负的问题，现在这个啊，跟过去不一样，现在动不动一电脑一数，比我们数的快。这个我们他这个判断越到后边中局的时候。电脑判断越准，越准，对，没有定型之前呢，它还是有它有一些偏差的。如果是半目胜负，他认为都经常打出来是99%了，我们觉得还很难说。我说半目，这个电脑就是现在是真的是这个厉害，给我们过去你想，所以这个电脑现在跟他是没法下了，差距太大。现在两位棋手肯定是在不断的在数目啊，在判断。他是走了一个最最朴实的走法。对。嘿。单。粘一个，搬一个。那就强调这个棋是绝先了。啊？是吧？这一拐以后，这不是绝先。不，他可以。他先虎。他可以虎一个。先虎，看你走哪里。对。你是粘呢？应该粘。粘上面还粘这个，差不多。嗯，粘这里的话，这个就不用补了。对，你粘这儿呢，它这里还有一下，这里有一下。但是这个搬过之后，白棋这也那个将来有小小哎，对，那是小问题了。它实战就是这样吗？它不是退吗？是不是应该退啊？退是不从目数来说退一个好，嗯，退一个普通吧，退一个我估计他吃这个四目没大的了，他实战是直搬的，他也吃了，他吃对，然后他长
不搬一下，很奇怪。对，为什么不顺手搬一下呢？他觉得是不是还有大的？哦，他哦，这个是四目，这个也不小，倒是真的。这个也大，这个也大，这个大，这个这五目四目。这个这个因为白中间搬一下没有四目吗？这先手啊，是吧？对，其实那个搬相当大，这个可能。这个哎呦，怎么觉得都是白棋在走大的关子？哦，这个这个大吗？他没搬，他没有弯，他上面补了一手。哦，这四目，那个不止四目是吧？这个不止一二三四，也四目，至少有四目。就是说我这个一二三，一二三四是吧？如果不走黑棋走，黑棋就尖还是就哪怕这个就双是吧？啊，将来这个这是白黑棋的权利，嗯，黑棋的权利就是一二三四，没有四目吧？因为他这儿还有一个，对，有可能三目半，不到四目。那这个大呀？但是是这个棋呢，还有一个问题，它双在这儿呢，这个扳呢就硬了，在尖在这儿呢，你扳在这儿，我这一冲啊，你挡不住。哦，还对对对，也是有个四目，也有四目，差不多太多。我这样你变软了。嗯，是吧？这个棋盘越来越小了，是吧？对，而且这个也是先手，不走这有个挖吃了。对对对，把两个的，所以这个也差不多，这个也棋盘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而且胜负越来越，以这个时候 AI 都已经知道了。啊，嗯，你说这个。月收啊，感觉不是太好，是吧？是。啊，是。这官子这么收法，这围中控啊，这么一收官，都不妙。对。嗯。这个棋，从表情上来看，表情上来看，真是看不出来。对。从这个。胜率判断，从网站这个胜率判断的话，这个已经走成这样，嗯，显示是黑棋结了，白棋的胜率高，是吧？嗯，哎呦，但究竟是几目啊？盘面究竟几目？最后还得看一看最后的结果。嗯，现在呢，咱们把这个棋局给大家说一下，走这个之后的黑棋是。提走完这个不走完这个之后黑棋没有提吧，现在提黑棋走的这个走这个对走这个对，然后再提劫提劫是吧，这应该是白棋的就走成这样权力吧。哎，这个时候有还有劫材吗？大致会粘一个吧。哎，在常考，在考虑之中，考虑对还没有马上落子。嗯，究竟是现在盘面几目，现在我们也其实也就等他们的结果吧，应该很快能出结果了。嗯，这个棋啊，我怎么有反正有点纳闷，这个我走到这一段我在脚上搅和的时候，我觉得黑棋那时候调子很顺是吧，很就是很看好黑棋。对对对，嗯，看好黑棋有这种感觉。哎，你这个中间在这忙活了好几下，就是怎么搞的，就是从这个找劫开始点是吧，就是本来不走吧，白棋还有点点保卫，嗯，怎么走了以后走的把白棋走被白棋送的子太多没攻着东西，别攻他，就是如果当时那个劫这儿走两手，我怎么就都比现在这个强啊。哎呀，这个棋不明白了，现在他长这个先手，这个这一挖就死了，这俩掉了，对是吧，所以刚才说这个尖，啊，尖他就也是很大，有后续手段，对对 对, 对，有后续的，这个它变成了一个后续的手段。调停环九段，这官子功力还是很深厚的。深厚啊，他是不是这个？这个？要么这个？怎么感觉后半盘啊，这个白棋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呢？是吗？是不是啊？哎，他是走在这，还真是走了我这个贴，哎，走贴这，哎呀，没有失误吗？之前没有明显的，就是没勺子，你说是吧？围大控啊，围大控，只要一收官，嗯，这个棋收不着，它边边角角的控就优势就出来了。嗯，
是的。我要是 AI 这个，你说这个，我数，我且数的，我数半天。对，现在我们也不用数了，因为它这个没剩几个关子了，很快就会出结果了。啊，拐一个，拐一个，倒是拐给大呀，拐一个大，没有这不，这是两目给破了之后，主要这儿还有个软，两目半，两目半，这个是个七，两目半的七。哦，这是变，这儿来个三目，这来个三目七。但是这儿也多一个，对啊，多一目，这也是两目棋，两目棋，那个两目半，那个大，两目半，他收的正确，收的正确，这个朴定还是正确的，没什么大的了，就是这种了，这收收官就两目的棋了，没有，这先手一目，这个这儿是个两目，这儿有一点，这都是先手，这都先手一目，没剩几个关子了，没有什么大关子，还剩一个单片结，单片结没事，这儿还有个一目，这儿有目，这儿对，收小关子，这个就基本上没白。如果是，他说一目半的话，根本没有戏了。如果是半目啊，还有个看看最后的那个什么，是吧？跟这个结会不会有关系？就是半目的话跟结有关系，对。如果一目半就不行，这是先手一目，这是白棋的权利。哎，白棋不打一下了吗？那个没有，没用啊，这一样，一样，这个一样。翻粘，实战。下这么细。前面这个我怎么觉得有很多变化，有机会，这门的变化机会多多，都来不及，这个用时间的关系都跟着要走成同步，所以呢这个变化我来不及摆，我觉得可摆的地方很多，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度一直觉得那个脚一弄黑棋很好的一个那个什么，现在其实很有机会是吧，其实这几盘棋啊，包括日本主将景山裕泰，我觉得都是前半盘啊，朴廷桓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但是从经常是从中盘开始啊，这个就突然局势就发生了这个转折了，对，那不，他是有这个特点，这个朴后半盘，后半盘半目，他曾经是有绰号的，他半目很厉害，他经常有半目，是吧？因为这个朴定桓啊，这个被这个申真旭给压了一段了，他这个申真旭年轻，是他的这个等级分在他上面遥遥领先了，是，这个但是呢他这个功底在，这次这个三国擂台赛这个他这个发挥把他给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个紧密性的这个日程啊，说不定把他的情绪给弄上来了，有是吧，啊，说不定把他情绪给调动起来 了、啊、对，尤其是前面这几盘棋啊，一胜这个势头是吧，对，一下子找到感觉了，哎，他是走的这个，哎，他没打吃、啊、他走这个，对，他走这个，哎，他爬了一个，哎，一样，我结果完全一样，对，多冲一个，哎，没关系，结果一样，因为这面有颗眼呢、啊、这个打吃啊没有用，为什么呢，这个打吃啊，这个点了都，这里面没有棋，没棋，哎，没有棋，这有一只眼，这也有一只，对，这个棋呢没有用，没用，没有味道，正好是不行的，为什么呢，这样是吧，不可以，差一点没有，这个显示好像这个棋五目或六目，哎，这里面没有差一点是没有东西，没棋，没有棋，他这有一颗眼，这有一个眼，这有一个眼，刚好哦，对，这儿那眼太多了，他就补这个就行了，没有用，没用，没用，难道真的要迎来这个主将对决啊？啊？哎，这儿他哇粘了，这个棋他是走的。对，这儿走了一个，是吧？这儿走了一个，因为挖不进去嘛。对，这儿他的，哎，然后黑棋走什么了？黑棋团这个团着一目，
一目，一目，然后把这个，把这个也是一目，这一目啊，对，这个将来总是要补回去。对，这是一目，他走了，各一目，那没有了，就这个结了，还剩一个结。哎，对，是结了。这个结会不会有影响啊？会影响胜负吗？这儿也是个节库啊。哦，上面有个节库。嗯。现在都没有有木的棋了，是吧？木就那个节。就是这个节了，单片节。单片节的话，打不过吧？剩一个单片节，哎呀，这朴廷桓好像打不过啊。这儿要这儿走掉。哦，对，这儿有一木，这团过了，团过了，之前团过了，对。嗯。打不过白棋。应该那个劫又是白棋的，哎，现在是最后一手是白棋粘是吧？该黑黑，应该那个算白的，正常是先提过来。那个劫又是白棋的话，这个劫材比较多，这个一个劫材不，那个角上很多。这是劫库，这个劫库。哎，这个其实有个啊单那没有关系，那个跟那没关系，没有这个劫库不行啊，它是提劫打开始打劫了，嗯，打劫你要走啊，这也没有一样。这都打这个劫，打劫对。那来了，下的好快，现在这个打这个劫粘上提，然后找劫，打这个提掉，再回来，那白棋再点一个，对吧？这挡住，然后提劫，对。然后黑棋是找这个劫吧，没挡，还没有找劫。啊，这儿是个劫，这儿是个劫，本身劫。嗯，本身劫。挖掉，哎。对。哎，打掉，粘上再提回来，白棋该找这个劫了。哦，找这个劫。嗯，提掉。粘上。粘上，对。粘上这个。粘提是一样的吧？他应该铺这个吧？哦，先铺这个，对。啊、哦，对，先铺这个，要不然他就没这个劫了。对，应该先次序先铺。这个多一个劫材。对。然后该黑棋找的是，一铺一走，他白棋提，嗯，该黑棋了，哎，黑棋在哪儿找了一个劫啊？六一六二，嗯，啊，找这个劫，这儿是个劫，对，找了这个劫，这就，对，铺，对。也没几个关子了，关子，关子啊、哦！现在就16268，对。他现在黑棋还有劫材吗？黑棋的劫材啊，这都一大堆劫、啊，这还有很多劫材，对，好劫材，这他走这个劫了，这是劫材，是劫材，提，上面搬吧，嗯，哎，对，爬一个，然后提走这个，对，然后。这儿打一个、哎、对，看劫材了、啊、7576，嗯，这劫材有胜负没有，然后再提，然后呢该靠这边劫材真不少，那粘上，哎，这个要铺一个是劫材啊，然后呢再提，嗯，这儿还没用，然后呢断，把这都是劫库啊，劫库这个是不是还是黑棋劫多？然后立，没有立，这还有俩劫。黑棋的，哦，这儿铺了，对，这儿没有了，没有，还有劫材在哪儿？我看啊，劫材也很细吗？劫材这儿一个、两个、三个，三个劫是肯定的。嗯，他这儿还有个劫呢。啊、哦，是，这儿有个劫，两个、三个、四个，劫不够。他弯。差一个劫，黑棋多一个劫，这儿拿掉啊，这是拿掉，哎，这儿没有，吃掉，对，七劫差一个劫吗？那么悬，哎呦，真是，然后铺这个，再提劫，嗯，他这儿有个铺。这个、没有挤一个，哦，那不止，那是劫材不够，这儿还有一个呢，是吧？嗯，劫材明显不够了，然后再铺这个，我铺这个，这是一个，嗯、再回去啊，对，劫材不够，现在是争夺一个单片劫，这个单片劫
可能不见得会影响胜负。不见得吗？你算准了吗？你是看这个 AI 的操作？这个不知道，这个棋啊，现在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是输一目或者一目半的话，那没有都一样，对，都一样，对，都一样。那么就是前面你看这么多的变化，中间这个地方出入啊，我觉得很大。这个地方总觉得应该有一个，这个到回去要看那个 AI 的给的提示了。对对对，提示。这个究竟该怎么找劫？这一代不过他找劫可能也没有那么好找，是吧？虽然看起来劫材比较多，总觉得他这个地方突然间走了两个俗的，又点又顶，俗的，对对对，走的我觉得是有点过猛了。哎，对，是这样。谢尔豪的棋是很犀利的，犀利是吧？这个棋局怎么没有？谢尔豪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好像14岁的时候就是在世界比赛上闯入八强。对，也是少年成名。好，这个棋局没有走。看谢尔豪，哎，他这个眼镜是可戴可不戴是吧？哎，他这个表情怎么是要是结束的意思？哦，结束了，他起身离席，对，他起来了。起身的意思是，我们看到现在棋谱显示是最后一手是现在扑。扑该白棋走了。那该白棋走了。对啊，他是应该是朴定桓走啊。那我们可能这个棋谱啊，他这个传输还是有一个时间差的。不知道。应该是。我觉得下到这个阶段应该会最后数下棋。对，而且数棋很容易啊，电脑一点就数棋了。对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先等待导播给我们告诉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果吧。不知道这个上一次的就是昨天。对，那么就是出现一个超时。是，那么今天不会是这样吧？应该是朴定桓，这个波的胜负已经定了，定了，应该是定了。现在肯定是有结果，哎，出来了。我看这个棋谱是提，这个肯定是要提的，那提了。然后提劫，对对对，不，这个是放到黑的，该提，提了，该白棋了，白棋找一个劫，找这个劫是吧？他把它提了，我看成这个形状是提掉了，然后他再提回来，对不对？对。提回来，这个全是单片结，提回来了。对，然后这个什么提，这个次序已经看不清了。这个包括这个也是劫材。哦，这个后面我觉得哦，他有一个这个，他提了这个，这个是劫。最后这个劫呀，白棋打赢了，白棋粘上了，白棋粘上了。这个单片结最后还是。白棋劫材多，粘住。最后数棋，最后数棋是，咱们输了，输了一目半。已经结果出来了吗？出来结果来，对。很遗憾，很遗憾，很遗憾。这个棋啊，确实是，其实中间这一代，就我觉得刘老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一代找劫呀，可能有更好的方式。是，那个很可惜。对这个棋呢。也是，大家呢就也给棋迷朋友们呢，也一个更精彩的对后面的这个关注，真的是把这个好戏留到了最后啊！对，迎来了这个主将对决。对，后面是柯洁了。对，将这个火星撞地球啊！柯洁跟朴定桓是有渊源的，对对，是吧？下了很多次，很多很多，然后又是胜负啊，曾经是很焦灼的啊，没错。所以呢，大家留着。明天看是吧？对，明天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对叫大结局啊。对，本届农心杯这个剧情非常的精彩，那么明天就会揭晓最终大结局究竟是花落谁家，也请各位观众继续锁定我们频道，明天下午2点啊，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彩的主将之战。那么今天呢，就感谢刘老做客演播室，好，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的棋局。那么各位观众，我们明天再见。好，再见。